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利用周一到周日每个中午的12点到12点半收看我们台股七十二变这个节目单元。台北股市哦，我们先看这张表，各位也许说你这个在写什么，一个叫加权指数，一个叫空，一个叫多。好，那整体上我要提的是在于哦，金融市场你在做任何的判断，你要非常小心。那么利用所有真实的一些数据，要真实的，不要用一些你自己漫无目标的一个预测。这个盘会大落，这个盘一定会大起，不对了。我先举个，各位请看哦，画面上你所看的是加权指数，今天开盘到现在，好，各位注意看哦，今天跟过去最大的差异在哪里？最大的差异哦，在于今天的交易量。完全没有变动，跟过去不一样哦。过去我们在讲量价叫同步指标，对不对？好，我们去观察每一分钟剔除开盘量之后，你可以利用量价这个同步的现象，去观察出目前接下来外资针对台股，它是要多还是要空？但是，来我们再看一次哦，今天完全没有，今天几乎。你无法从今天即时的交易量里面以及价的改变去观察出一个人安怎来走，这第一点。第二，我们是不是讲到第二个？就是说，除了利用量价的同步结构之外，来，各位请看这里，这里哈，我暂时先把它切掉，是刚才拉近拉近，我念给你听哈。加权指数报价是不是9704.65？这是在刚刚哈，大概在三分钟前。然后呢，各位请看哦，加权指数是9704哦，好，各位请看这个9700的 P put 卖权，对不对？9700的 C call 卖权，我不是要跟你讲选择权，叫你去专做多做空，不对的。我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我如何从不同商品的报价价格，我可以了解针对加权指数接下来目前这一秒钟即时。这些外资已经到了一起的不多啊，不空。你一定告诉我，那外资一定对吗？我还没有，这十几年来我还没有看过外资做错的、欸、那你告诉我他哪一次错啊？没有哎、欸。我举例哈、喔，这个礼拜二外资不空单，利用选择权全面在不空。礼拜三大跌，结算大跌。礼拜三当天大跌，外资开始不多。一点 key 啊，我都跟你讲一点 key 啊。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在好，那我们来看，如果利用不同的商品价格，各位请看哦，注意看哈、哦，来，这些报价加权指数是9704嘛，对，那弄个填的先卖叮当了哈，对，来，9700看跌的47.5，9700看涨的47.5，我跟各位讲。代表怎么样？代表市场它现在处于绝对极端的平衡。哎，代表要有状况哦。我讲一半哈、哦，你说极端平衡，问题是一般正常状况不会出现，不会出现，来，它不会出现这种案例啦。我讲一半，它不会出现这种案例，一模一样。理论上，一般理论上它要绝对一样了，就像这样子。可是真的发生的几率低到一个不行。因为为什么会低到不行？因为它会不多嘛，它会不空嘛，所以代表下面，来各位先看这里哈，来请看哈，这是加权指数，来帮我一个忙哈，你就看这个画面哈，请问今天你可不可以从价量的过程里面去判断？没有办法，为什么？为什么？因为这里它要走一个叫口袋战术，我讲一半哈，它要扑杀猎物。我讲一遍哦，我们看那个动物频道、动物星球哈、哦、，Discovery 啦、National Geography， 那个猛兽它要去扑杀猎物哦，一趴嘞，没叮当，你知影没？它会趴着不动，然后呢，它就等，等什么风向？等这个掩蔽，等这个猎物有没有失去戒心？再看距离，我今嘛冲出去咬，对不？
来，各位再看一次哈、哦，以今天为例，他就是准备要扑杀，这是有标准状况要扑杀。那么你一定告诉我，那我怎么知道他要不要出手？不然，他如果认为我这边冲出去嘎没掉，他就不冲出去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了解到那这个关键点，他要攻击的点位在哪里？好，所以各位请看哈、哦，如果从一天里面没有办法判别，那该怎么办？一种叫接受嘛，然后叫改变嘛。任何的状况你要接受它，不能接受，那你就改变，改变你的策略，改变你的做法。那你也不改变呢，不能七十二变呢，那就离开啊，卖走。我建议你莫走，不列党兄。你再回顾过去这三四个月以来，多少业者、分析师，带你几路空，你已经输几路清点嘛？啊，刚过去这一两礼拜，台北股市回档，他又告诉你，他又赚了几百点。那你为什么不讲说，你就一路空，你就只会空，什么都不会做，这样空空空，那这里跌，你当然会小赚一点点啊。但是你这样对得起支持你的会员吗？我们来看哦，以加权指数，你从今天绝对看不出来，你只知道它处于绝对平衡，所以该怎么办？你要把它缩小啊。这是今天，这昨天，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再缩小，不是很清楚，再缩小，好，答案就有了。这是一个口袋战术，那你猜没？关键在于他要不要扑杀你，就是多头被歼灭空头，你看一摆哦，这是标准哦。一个口袋战术，什么叫口袋战术？好，我们经常看电视新闻，那么警务人员他要去抓飙车族，对不对？那飙车族都比较年轻，不像我这种年纪比较大的，他又怕、哦、去抓这些飙车族，开奥多麦啊，啊去家里啊一桩搏斗，万一重伤怎么办？那警察也怕啊，怕这些年轻人开奥多麦撞来撞去丢凶啊，那他怎么去抓他？他就只能用部分的围堵驱赶，把它赶到一个巷子里面，把拉链拉上来。好，各位请看，这是一个标准多头准备扑杀空方的格局，这几节就标准了哦。你一定告诉我为什么？好，我们从这个角度跟各位做分享哦。第一个，他要不要攻击？你要确定了哈、哦。如果他要攻击，你就跟着他；那他不攻击呢，那你就要往下。好，那么攻击与不攻击的关键点叫做9688点，为什么是9688？来，各位请看哦，今天是4月21日，今天你没有办法从今天看得出来，它的关键只有两天，一个叫昨天4月20日，一个叫前天的4月19日。四月就是4月10日，一个关键是19到20日，刚进两刚俩哈。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4月19日，各位请看哦。4月19日当天，我们在节目上怎么跟各位做报告的？细微报告。来，各位请看哈、哦，这是当天4月19日当天中午我们的节目内容。我们是不是提到说，以量价同步来看，最大交易量报在9688点，次大量发生在9676，所以当天关键点在9682。守得住9682往上，守不住往下，到多少9628，对不对？守住往上挑战9769，后结果呢？4月20日最低点，昨天达到多少？是不是来到9628？今天就大涨了，达到9628，它昨天就不跌了。我不会错的啦，我不喜欢跟各位谈一般的均线，因为一般的均线它比较笼统。但是我要讲的是，咱在做基手，咱在精准。不是讲一个大方向，照本宣科。那请问，你做有对你在实质操作赚到了吗？没有嘛。咱买是要做到，是一定要赢。那个点，我们是不是提过？我方向只要对，我就赢了50%。我点位再对，我一定对。好，那怎么样做到一定对？好，各位请看哦。所以4月19日的关键带是多少？9688点，9688，一定是9688，不可能不是9688。既然一定是9688，好，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哈。来，各位请看哈，4月19叫9688，对不对？今天是不是跳空
跳，今天有跳空吗？有嘛？今天那也没跳空，今天是不是往上跳空，形成一个口袋格局？你说它这怎么看是一个口袋？昨天的关键，它出手是不是在9628、2728这里出手做防守，对不对？一涨9688啪涨，是不是顺势来到9628？它是不是这一分钟一正式出手？这不可能是你嘛？这不可能是你嘛？这不是外资这几项？好，你是不是在9628出手？今天是不是跳空鬼？跳空鬼，好，你要看它跳到哪里嘛？它可以跳这里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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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乱跳嘛？不可能嘛？它怎么跳的？你告诉我，它是不是跳这里？把这里放大，来往右边，右边，右边。我制图这一秒钟是不是加权指数在10:079689？伊哪有可能落去啦？一定是96，它一定是这里。来看全图，我就讨厌跟大家讲一些模拟两可。我刚把一个从业人员，上面论述模组乱七八糟，没想走你就讲没想走，你就卖走。上面又论述模组，它就一定是9688。好，代表说一种，他如果要扑杀你哦，他要扑杀你哦，他现在躲在这里，他已经压住不动，因为他不能动啊，他动他怕空单认赔停损，造你在那边，他怎么嘎得到空单？所以一种是不是弯转弯绝对平衡，火力都没发现，伊被嘎你啊，你要注意哈、哦，他到底会不会攻击？这个拉链要不要拉上来？各攻击，各看几排哈。他拉链要不要拉上来，就在于今天要不要守9688。已经来够9688，未来下个礼拜，我告诉你，这就是形成一个标准口袋战术。就是讲未加加加，免阁讲啊，半空的你拢再见啦。你讲好，那也再见。我问你嘛，玉军光，今天是卖融券回补，啊，半空的就再今天做几摆结算。嗯、你别阁空，那回补完再来啊，下一次再来啊，对不对？再来。啊、下个礼拜呢？啊、下礼拜三要结算嘛？啊、我跟你变个拜三嘛，最起码嘎你到礼拜三嘛。好，所以如果他把这个拉链拉不拉上来，我怎么判断？判断他会不会破88？破88代表伊今晚无被跟你出手，他还没有要攻。可是如果一直到今天收盘，伊就是过88，我跟你讲，后礼拜一定过这个点，一定过。啊，所以你来设计啊，你知没？所以。所有的操作不是用猜的，我举个例子哦，我们提到方向对赢50%，点位对赢50%。今天早上，来拉近哦。今天早上的9:48，高调70倍，我问我们公司的那个总务，我说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每一笔扣讯，每一笔哦。不是今天哦，是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直到今天，每一笔，因为我已经查，我自己查过，全胜，每一笔，每天一笔当冲，每天一笔当冲，包括对锁，包括锁单，吹到无一笔，你是输的，你全胜。我要讲了，那我袂当黑白讲啊。主管机关要求你要讲绩效，你要把所有的每一笔啊，我不是跟你论述模组哎，你只要是会员的，你有收到简讯的，你把简讯拿出来看，你只要照着做，你找不出一笔是不赚的。为什么？因为方向对，你赢50%；点位个对，你必胜啊。我该讲的就是安尼啦。我今天告诉你每一笔，结果我不是全胜，我是错做错的。我告诉各位。这个节目我们都是录影存证的，然后呢，我就被重罚，我还赔你，我不但赔你，我还被停止业务执行。那就是全胜，就是每一笔。那为什么？不但为什么？指数 low， 拜一拜一 low， 拜三 low， 然后呢，拜四涨开始无 low 啊，今天起有跌又有涨，那怎么样可以做到？你就只有一个方法了，叫高点空，低点多了。你要利用当冲跟 PSY， 你自然就无往不利。好，我再举个例子哦，各位请看哦，
来注意看哈，这是今天，这是今天日，这是今天日哈，每一笔每一笔时间一定是中原标准时间，你眼睛有看到是每一笔，不会多一个，也不会少一个，每一笔。好，来拉近，这是今天，这是今天，今天的缅甸，这今天的第一通嘛，对不对？往上是昨天嘛？好，来，我们昨天的看法就是说，从昨天尾盘开始哈，你要提防，接下来呢，金融股将会扮演助攻、嘎你空单的一个角度，一点给你嘎了，一点给你来往上看，这是有昨天啊嘛，对不对？啊，这是不是今天？还有获利平仓不？往上有嘛，一点五嘛，啊，你有全胜不？不啦，你有赢不？你有输个一笔不？你一笔都没输，你为什么一笔都没输？因为我们所有的操作，每天就是每一天，不会说哦，一个礼拜挂单哦，空哦挂得这么高，低哦挂得那么低，一整个礼拜做不到一笔，啊，不然就跟你论述模组。啊，一天呢十几笔多单，每一天十几笔空单，那到最后收盘呢，挑一笔是对的，其他错的。那跟你讲那一笔对的，然后他就告诉你，我是跟你论述模组，那不叫诈术，那叫什么？我们的操作就只有一个当冲，一个不会有两个，一样是当冲就只有一个，这个当冲就一个点位，然后搭配五分钟 PSY。然后你再看侧标，就叫全胜，叫每一笔。为什么？是怎么去全胜的？各位请看哦，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从四月五号以来，四月五号哦，这边已经四月二十一了哦，所有的 PSY， 那你告诉我有没有错一次？先不讲，含这个礼拜，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包括当冲，你是全胜。好 ，PSY 呢也是全胜，都无输个一本呢。也就是说，当 PSY 来到正五十，它一定跌；负五十呢都涨，包括今天，特别是新会员、新朋友，不管你是参加一天的，或是只参加一个礼拜的，或者是参加两个礼拜的，请你看着你的每天简讯，把你的交割记录拿出来做比照，然后你再回想今天，回想涨，回想周日，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共通点？每一次当你去空它的时候，那个点位到了就一定跌，到了就是跌。可是当我通知你回补空单回补呢，就一定涨，多单进场就一定涨，多单获利平仓就一定跌。各位会员，你是我会员，我干嘛欧北讲？我欧北讲，我背你嘛，录影存证嘛。啊，你敢无全胜每一笔？你有？我已经讲过了，卖这，咱平均下来，你一天二十点，一天二十点，一礼拜一百点，用这么少，你一个月是四百点呢、欸。一个月你是四百点呢、欸。这是 PSY， 好，各位一定问我。那么什么叫做三十分的反转 KD？ 好，各位请看这里，什么叫三十分呢？包括你有即时版软体的朋友，你对照一下哈，一个是四月指数，一个是五月。我不管你是四月、五月，值得你信赖，你会相信它的工具就在于，我不管你是几月的，我不管你是这个礼拜，你是上个礼拜，你是过去这一个月，过去这三个月，一定是准的，不然算什么指标？我问你嘛，安尼做会赢无？安尼做会赢无啦？安尼做啦袂赢，我嘛唔知变哪个讲落去啊？会赢无？啊，无是变哪做？是高点空啊，高点多啦？啊，低点是做多啊，放空啦？这里叫正一百，三十分的反转 K D， 你怎么运用？我直接跟各位报告哦。那么呢，就今天哦，我们有一个两点策略，一百倍效应，我讲的我就算话哈、哦，你稍待，可以利用广告中跟我们服务人员做个联系，怎么样利用
两点的策略，我们去追取去获得100倍的一个效应。那么两分钟后马上回现场。地震了，怎么办？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变变变变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陷阱群谷，制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02-2578-3000，25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2578-3000。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台湾人很环保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那是环保标章。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你看全天然，讲究好，不是吗？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这是2月6号，我不是要跟你讲绩效，我是要让所有的朋友你有信心，好不好？你要有信心，你别怕，你既然跟着我操作了，你不要怕。我跟你讲，全胜每一笔，就一定是全胜每一笔。有一笔错的，我还跟你讲全胜，我停牌，我并且背离，你录影存证。我跟你讲的是不死的，我跟你论述模组，我明明没全胜，没每一笔，我跟你讲每一笔。每一笔，我不是讲每一天呢，是每一笔哎。来，这是2月6号，我是给你信心哦。我们不是给你攻绩效，当时呢，我们的 PSY 到第八胜，连续的第八胜6、7、8，对不对？搭配每一笔当冲单，有无？我拢来写当冲多、当冲空，你是全胜。当时到了3月3号，这是2号哦，2月6号哦，过一个月，3月3号 ，PSY 成功率是不是创纪录？3月3号，好，转队伍，好。那你告诉我，那过去这一个月呢？那你就把每天的吧，来，3月27，好，就停在这里哈。3月28，3月29，3月30，过来清明年假，3月31再来清明年假，9、8、19，这里做多做空，加半空。那不是个呆子吗？哇，你这公关老师啊，对啊，你老师家带你放空啊，现在跟你说1989大赚了，我都不知道这是做什么分析人员，有去没啦？啊，这一直摸摸摸摸摸到你都断头，他说他大赚了，你怎么受得了？欸，去没？你再看一次嘛，怎么会不涨？这不是 PSY 啊，这个怎么会不跌？这个怎么会不涨？哇，还够够吗？全胜是都后娘，好不好？每一笔都剩是嘟嘟后娘。4月6号，研究报告写的是不实的，我负所有责任。4月7号、4月10号，每一天哦，每一天，我方向对，牙狗10%，点位对，你必胜。4月11、4月12、4月13、4月14到上礼拜五。4月17是不是礼拜一？4月18是不是礼拜二？
4月19，是不是礼拜三？是不是全胜？没有一笔是输的。你说那礼拜四呢？刚好扣两输。啊，你给我看几摆。最低是9584，最高是9640，9574到958，特惠买80，全体会员买74，这是最糟糕的状况，空9636。啊，有就有，无就无，我会当黑白干嘛拉近？今仔日是不是9641、9689？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第二组。啊，不是9636、9574吗？啊，不是9574特惠买80。啊，最糟糕就是这样子，没买到，没有买到嘛，对不对？啊，你刚好输，你打比东呀，只要有成交，你每笔都胜。那么呢，欢迎各位，就只有今天哦，针对所有的朋友，我们运通财经台的所有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两点策略，100倍效应。讲了这么多，不是要跟你讲绩效，是让你有信心。而且嘛，祝福咱所有观众朋友，哎，给你各位会员朋友哦。咱平均无可能一天无20点啦，咱若20点，你每一个月你400点，感谢你，拜拜。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变通肯定会成功，棒棒棒，一棒再一棒，棒棒接强棒，强棒进群股，自动优化避开风险，掌握盘中波动，让您今天的股票变更大。02-2578-3000，2578-3000。投资获利双指标，固德投顾，您信赖的好伙伴。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期货股票双证照，期股双赢一把照。固德投顾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看似平静的海面，却隐藏着致命危机，那就是离岸流。离岸流是因地形、潮水与破碎浪形成，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以免耗尽体力。大潮或退潮时，海面上破碎浪多，离岸流正强，切勿下水。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一、保持冷静；二、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三、不要抵抗水流，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四、面对沙滩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教育部关心您。可爱又安全的家画好啦。还不行哎，要投保住宅地震险哦。啊，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常常